没有电梯。去 check in， 已经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晚了。电梯来了，电梯很时尚。这个数字你看，怎么那么时尚啊？我爱东京，有一种香香的味道。拿进去了，进来进来。这么有质感，这么漂亮，不多吧？而且哦，这个电话，时尚电话，超爱！哇，喜欢，好美哦！明天早上再来看看这个景色，虽然应该是大楼，但是整体这个木质色调太美了。看一下厕所，哇哦，也是一个美。舒服惬意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很时尚的吹风机，你找不到别的形容词的。我觉得这边整个饭店就是时尚。耶！哎，我换装了，没错，因为东京很冷，大概只有19-20度，跟冲绳整整差了快10度吧。好，我们要出发去吃晚餐跟逛街了，快饿死了，拜拜。超喜欢东京车站，来吃深夜的咖喱。超有 feel， 好，这里非常的昏暗。这个是招牌的 cheese 咖喱，也是洛梨 cheese 咖喱。天哪，超可爱，而且超香的。这边的灯光实在是太暗了。有气氛的一个地方，但是这边的低消是一杯饮料，所以我们刚刚就点了一个他们自家自推荐的，一个是 peach， 然后一个是 berry， 这个是我的 peach， 啊，太逗了，换这个洛梨，哇，这个咖喱辣辣的，就像那种甘草牛肉酱的感觉。会有那种一丝一丝的肉丝，超好吃。但是大家都在排队入场，超多人。这个阳光。玩具总动员的 Fast Pass 非常多人，直接停住了。看到了，3点半。可爱，冰冰的，嗯，口味不一样，我都是草莓冰淇淋。是奶油的感觉，外面是 QQ 黏黏的，天气巨好。我们现在要来买达菲饮料，奶茶吧，我记得，焦糖鲜奶茶。
天哪球是吗？天天球是天哪球是冒险旅程。现在大概要排55分钟。为什么这么畅通呢？因为我们直接排三人座位，所以就很快很快。我们可能要分开坐，但是没关系。刚刚我玩的这个非常的屁的一个360度的云霄飞车，我们刚刚是 single rider， 所以呢只要1分钟就可以玩的，蛮建议的。因为这个设施的话，大概30秒就结束了吧。阿拉丁的魔毯。现在只剩下惊魂古塔跟玩具总动员还没玩，玩具总动员早上一开始就抽过 fast pass 了，所以等一下就是马上去玩。晚上啊，超美。
好，我要先吃，太饿了。耶，这是白天看出去的景色，现在就是一个大楼。